第23题，下列物质何者不是元素？选项 B， 白金就是铂，它是元素，不选；石墨就是碳，它是元素，不选；臭氧是三个氧原子所构成的分子，也是元素，不选；黄铜是所谓的铜锌合金，是个混合物，它不是元素，要选。所以第23题问我们说，下列物质何者不是元素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黄铜。